现在怎么好像有点什么空洞的感觉啊？这万一你共产党不敢在这个国家之外跟这 VOA 的做对谈怎么办？搞一个司马南，就司马南不经不起检验嘛？司马南经不起检验啊？司马南不是他不能代表共产党，司马南那个，如果啊，共产党真的一直不出来啊，不敢在这个自己国以外的地方啊，跟那个所谓民运的人做沟通的话，哇，那就糗了，那全部这个就这个把这个什么希望寄托在艾薇薇的身上了，哇，那艾薇薇不是哇死惨了，有点空掉的话。